你又输了，看来你输给阿尔法狗并不是一般，是应该让哥给你升级升级系统了。不好，姐姐出事了。喂，哥，姐姐和你在一起吗？啊，我们在爷爷家呢，今晚不回去了。怎么了？我刚刚检测到姐姐的心率异常波动，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？哥，你有在听吗？啊，在。姐姐还好吗？刚才房间里面进了只老鼠，山猫被吓到了，不过现在没事了。老鼠？爷爷的别墅里怎么会有老鼠呢？可能是不小心进来的吧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还有工作，先挂了啊。没事就好。那哥，你们早点休息，不要熬夜，晚安。想要亲我吧，夏沫，你在想什么？咦。